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去威尼斯，带你们去逛街耶、今天天气很棒，可以欣赏一下澳门的风景。这就是威尼斯人哦，那我先把车子停好。拍完车，现在去逛街。今天的打扮非常简单。我们逛街的地方就在三楼，从电梯出来，如果你要去 Four Seasons 的话，就右转走这条路。但是我们先逛一下威尼斯人。这间叫做 68 的服装店，它在台湾、韩国、香港、内地都有分店。它走的是少女休闲风，质感还不错，有些款式是蛮漂亮的。它的内衣也是质感非常好，但是有些款式实在太可爱了，我觉得我驾驭不了它。这边是威尼斯人的美食街，但是我觉得它又贵又不好吃。Alessandra, my angel. 我们内地的朋友很喜欢威尼斯人哦。我很喜欢 Swarovski 的东西，每次过来逛街一定会进去看一下。在它对面就是最新开的 Victoria's Secret, 如果大家想知道它里面卖什么，就可以点右上角我专门为它拍的影片。Bahati, 他穿过的衣服。Charles & Keith 是新加坡的牌子，它里面的鞋子跟包包的 quality 非常好， CP 值非常高。这个包包跟我的手很大，对不对？威尼斯人的 Sara 实在人太多了，我们就先跳过去旁边的 Bershka 看看。Bershka 跟 Sara 是同一家公司，都是来自西班牙的，但是它的价格就没有 Sara 那么贵，而且质感非常好。Bershka 之后，我们就去旁边的这件叫做 Stradivarius, 但是那名字实在太难念，我们直接叫它音符。它的风格有点像 Sara, 但是质感就像 Bershka。Bath and Body Works, 还没走进去就会闻到浓浓的香味，但是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尤加利的系列，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。我也有用这个沐浴乳跟这个 lotion, 它的味道也是非常好。我很少在 H&M 买衣服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质感一般而已。如果要买的话，我会买一些配件，例如说发带啊、帽子啊。Uniqlo, 我想很多男生都会来这里买衣服，大概只有游客才会来这个超市吧。Club Monaco, 现在以后还是很贵。之前我说从电梯右转一直走就会来到这里，这里就是 Four Seasons 的入口，我们就往里面走吧。每次经过都会幻想它是我的。Four Seasons 集合所有的大品牌，这不是我可以停留的地方。从 Four Seasons 一直走，就会来到这条通往喜来登饭店的金光大道。这里就是金光大道，我们现在要去 Sheraton。今年是金沙城中心开业第五年。哦，这里，天哪，他的手，哦耶，拍一个舞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Sheraton 了，这里的人比较少，你就可以慢慢的逛。看上美柔人，如果我要买 Sara 的衣服，我就会来这里买。我要去 shopping 喽，拜拜。这间 Sara 比起威尼斯的那一间更好逛，而且没有大妈，我就可以慢慢的挑。我们逛了三个小时，买了这个，好贵。哎，现在要回家了。我逛了三个小时，又减肥，不过买到很棒的东西，有机会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6:23，你看澳门还是那么光，还是好像下午一样。放假就是要逛街，明天就要努力工作，女人 yeah. Hope you enjoyed this video and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.